一次次翻阅微信聊天内容，一遍遍重现昨日那一次空我，到底该放弃还是该变通，脑内循环争吵不休，一幕幕上演闹剧来势汹汹，一步步逼我选择舍去所有，我开始怀疑你自始至终这分手是你在怂恿，如果你不再爱了就只说我懂，何必连说分手都要靠冷漠怂恿，是不是被动接受反而更从容，主动离开的人最痛，如果你不再爱了别假装自重，不必费心敷衍，分手也无需怂恿，是不是付出太过反而是纵容，放开那牵不住的手，剧终一幕幕上演闹剧来势汹汹，一步步逼我选择舍去所有，我开始怀疑你自始至终这分手是你在怂恿，如果你不再爱了就只说我懂，何必连说分手都要靠冷漠怂恿，是不是被动接受反而更从容，主动离开的人最痛，分手也无需怂恿，是不是付出太多反而是纵容，放开那牵不住的手，如果你不再爱了就只说我懂，何必连说分手都要靠冷漠怂恿，是不是被动接受反而更从容，主动离开的人最痛。